今天其实是获得了一项不同于其他成员的特殊待遇。嗯，因为这一季你都受委屈了，你录的都很辛苦。这倒是真的。其他人呢都欺负你。妈妈，我跟凯哥差不多高嘛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腿短？你太油腻，是中年油腻。不要。怎么直冲我？蹦蹦，怎么又打我？今天为了让你重振雄风，我将赋予你一项绝对的权利。哎呀，真好。